好啦，正凡睇咗个 residential design 啦，而家咧我带大家睇下 commercial design 啦。今日嘅 commercial 好劲啊！点解咧？因为成个嘅 space planning 咧系加埋风水行嘅喎。啊，仲有咧呢个 space 系得奖嘅。不过咧未带大家去睇之前咧，我介绍个 designer 先。等等，费总你好，你好，系系啊，今日特别啲，因为咧费总咧唔识得讲啊广东话，所以我哋咧讲华语啦。OK， 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想跟你了解一下，好，这整个的这个商业设计，这个商业空间哈，它概念是怎样子的？其实 ，OK， 我们先了解到，就是这个是 travel agency， 然后我们就以这个它的性质，生意的性质来介绍这个概念，这个概念啊，然后也是在设计方面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带出来是以颜色啊，以那些在我们 design feature 里面带出来，哦， okay.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layout 呢是 in 的比较 curve shape 啊，还是比较 flow 这样，然后其实它是有作用的它从上面下来呢，它变成一个、okay. 大门的一个设计， okay. 然后下这边来。然后就是延伸，哎，然后就变成这个是一个桌子哈，很长的桌子。它拎下去呢，就是变成。哦，看到它拎下来的时候，就变成一个座位，然后就再跑回去那个门口那边。对，因为对的，是因为我们风水master 有这样子的一个advice 啊，就是因为 travel agency 是一个四面八方的生意，就是四通八达的一个生意的，对对对。四方面都有一个大门。那我知道在 Mezzanine 就是上一层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空间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好，现在我们上去看看。所以这边就是整个就是 Mezzanine 对吗？对。所以它是属于一个是会议室还是怎样子的一个地方？它是属于一个 multi-purpose usage area。哦， multi-purpose hall。对。它也是顺便室，也是可以算是会议室。会议室。也是一个讨论室。这三个是讨论室。就是 discussion room 啊。OK， 我看到那个整个的设计也有延伸到这一边，对吗？对，其实这个project呢，我们也是用很开放式的一个 concept 来做这个。就是一个很open plan 的一个 layout 的。OK， 好的。它应该有230个员工啊，所以没有一个人拥有一个房间。就是总共有230个员工，然后就是每个员工就是，就老板应该有一个位置吗？老板有一个位置，但是没有房间。就是没有房间的，也是开放式的。哇 ，OK， 老板还蛮开放的嘛，哈，就是 OK。他是要有一个平等的一个工作。哇，很难找嘞，这样子的老板很好。哇，这整个我觉得这整个东西都是一个怎么讲啊？就是一个 module 的，都可以拆散的，就是不是说 custom mix 的哈。它比较灵活用，灵活性，所以这个门一开了，然后到时候这个也可以搬掉。搬掉，对。然后我也发现到，就是这边也有一个 bench 的桌子，也是延伸到外面的。对对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了这个 mezzanine floor， 其实六楼刚才我们也有讲过嘛，在上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空间，对吧？它是一个减压的地方。对对。这样我们下去看好不好？好。来。好啦，正话咧，我哋睇到个 ground floor 啦，吓，哦，成个嘅 reception area 啦，又睇到个 mezzanine floor 个 meeting area 就好大嘅 concept 就系即系全部 open 嘅，所以而家咧嚟到呢个六楼嘅，哇，真系我好中意嘅地方啦，我哋连登都讲啦，呢个地方咧系一个 chill out 嘅地方，系一个感恩嘅地方嚟嘅，吓，究竟咧系点样感恩法咧？啊，如果我哋睇一睇咧，我介绍下好重要嘅人物啦，就系我哋嘅 boss，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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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现在想问一下同门嫂，因为我们也发现到哈，这个其实旅游社哈，一般上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行业，可是在应该是在整个的设计布局方面，我看得上去哈，就是说已经跳出那个传统的框框了。所以我想知道一下这个概念哈，整个概念来讲啊，你们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想这个概念，还是说其实已经在脑海里面有了？其实也不是很长的时间啊，书就说要不是传统的，还是要做一些比较特色的。我们想想，因为旅游方面就是比较开朗一点的，对，对不对？开朗，一听到有旅游去了，要旅行的时候，对 ，happy 的是吧？对对。所以我们这边做工的同事都是不是比较，其实真的压力蛮重的，蛮重的。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地方弄到比较兴奋一点，兴奋开朗，新鲜一点，颜色新鲜一点，对对对。他们来了的时候，哎，很好，很好，对对，地方又好，对对，风景又可以看到外面了。我就觉得很贴心的感觉，说在这个六楼刚刚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eye level， 可以看到整个就是吉隆坡的夜景啊，甚至是白天的时候，应该是很美、很壮观的一个景。OK， 再讲讲那个设计方面，我知道哈，这整个设计哈，在美国拿到一个很大的奖哦。
是什么奖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我是刚刚的事情了，是在美国拿到一个世界奖啊，世界设计奖，设计奖，对，而且是第二名哦，全世界第二名哎。其实是在做理财方面呢，顾客的配搭也是很重要啦，然后还有一个团体里面的合作做出来，一个团队哈，是不错。现在想问一下哈，我们的就是老板哈，就是陶门山，你对这整个的设计概念，你们满意吗？哦，当然很满意了，很满意了哈。那个是其次的是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 costing， 我们的消费什么东西啊，都哦整个的 budget， 嗯，哇，很棒哎，这个啊，我们我觉得这个很好，就讲到重点了，知道吗？就是很重要的那个是老板的角色，哇，这显露无遗，就说哎，到最后啊，多美都好，还是 costing 很重要的，对对对，很多人可以很多 designer 可以跟你说啊，我你要做这个要做什么东西 button 可以啊，但是。你的 cost 就 run 的了，所以这整个是设计方面的东西，其实不一定要花大钱呢。因为我们是很讲究这一点的东西。还有一定要很好的 design 的，那个是最重要的。对对对对，我觉得整个设计来讲哈，就是一个室内设计来讲哈，关键性那个人物就是那个 design 的，就是整个的那关键性。不过顾客的同意也是很重要啦，顾客很重要，所以我每次说顾客要听话。对的，因为顾客不要太过。骨折最重要，不要太过骨折，不要太过骨折，太挑剔，对的。因为 stubborn 太过 stubborn 的时候，因为你看到东西，你以为这个就很好，但是你可能是有很多 restriction。对，因为我们是说 design 那是给 solution。对了，对啊，好的，今天要谢谢啊 Thomas 宝贵时间，谢谢 Terry， 谢谢。好啦，今日睇到个 residential design 啦，同埋一个 commercial design 啦，系咪觉得好 inspire 咧？记得啦吓，生活咧就系 ID 等于生活。Bye.